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今天又上绵阳来了啊，因为我们那个美容院公司里面有一个培训，是在下午，我就上午上来了啊。是因为我们有个弟弟，他跟我爸爸在一起工作，他明天要走了，妈妈就说给爸爸带一点黄豆酱，然后带一点他做的那个榨菜这些拿过去啊。现在已经到妈妈这个店里这里了啊。妈。妈妈现在把那个黄豆酱这样摆着啊，还是可以。你那边出去，人家想尝一下哦，买点回去还是可以要的。你说要跟爸爸拿些啥子啊？拿黄豆酱，还有拿那个洋姜那个菜。把它做啊哥。他吃过头回，他头回买瓶了，就昨天那个。说的也好吃，昨天也买了点。给妈妈、爸爸说的东西都要多装点的。我感觉你有人，你还装了？有没有人来问嘛？哎，有人来问，都是说那个疫情，他又怕住不走。我说我在这里都住得走，你有啥住不走嘛？你来了，我都教你，我啥子教会了再走。但是有个男的说，他说走嘛，他们两个人商量好多，他说。那是可以，嗯，反正就是有人打一个早上的回去好一点。都是好评好评啊！但是我们那里下去，今天他们好久没吃到了，给儿子也带一点。要得。要装起嘛，我等下过去公司要开会，到时候要请客。我说你们出差不到。今天来太赶了。饭都没办法陪妈妈吃了。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那个公司那边，他开会那里要签到啊。这是我妈妈自己做的洋姜。嗯，很多地方没给你们看一下。王老母，你真的是万能的，没得啥子你不会弄的啊，只要吃的啊。我妈妈真的特别厉害啊！你现在你看我昨天才炸了个油条，我从来都没炸过油条。他说还有些在我那个微信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阿姨，你学不学不学徒弟嘛？”我学过徒弟，我说我才是徒弟。这边装起来要稍微温暖一点。我就这么给它叼起来嘛啊。要得。好，要得。赶急了，这样子那边工作要干，我说要签到，我感觉真的还没想到。妈妈这个店一直也转不出去，她也没办法去三台啊，她自己就那边把那些东西该拿回去拿回去，该卖卖，她又感觉有点舍不得。我是为了那个来接我，我接我的单。但是黄豆酱不做不交嘛，其他的小吃我全部包把它交回。可以可以，你再看嘛，再收一段时间不得行，反正就，哎呀，就直接该卖吧卖吧，就收钱了。他因为他自从出了那个车祸过后啊，他的记忆力还逐渐下降啊，反正我们有时候还是比较担心，因为他一个人在这边嘛。好的，反正你，我现在就过去了啊。啊，对了。看到车子，现在已经到咖啡店这里了啊！今天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啊！拜拜，朋友们！你想开始？你要是票，你都是这个。